上海越剧院是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团体。1955年3月，在原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的基础上组建。50年来，上海越剧院扎根于江南文化这方沃土，浸润着上海特有的人文气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发展和繁荣越剧艺术为己任，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创作和积累了一批精品力作，拥有和造就了一批越剧代表人物及优秀人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铸就了一道绚丽的文化风景，为构建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为越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好。由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上海越剧院建院50周年系列活动，今天晚上拉开了帷幕。今天晚上的上海美琪大戏院高朋满座，名家云集。今天晚上我们欢聚一堂，我们将用歌声和掌声来庆祝上海越剧院建院50周年。是这样的，那么50年来呢，上海越剧院硕果累累，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而50年来，海内外的一大批越剧观众与上海越剧院风雨同舟，一路同行。所以在这儿呢，首先要真诚地感谢他们对上海越剧事业给予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对上海越剧院的发展给予关心和支持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兄弟院团。另外，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同志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同志也非常关心此次系列活动，并来电祝贺。朋友们，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常州市戏剧家协会、浙江省和江苏省13家越剧院团、北京等地的越剧社团组织，以及澳大利亚悉尼乐团和全国其他的兄弟剧种的院团等多家单位和个人纷纷发来了贺信，那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祝福也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参加演出的演员呢，都是越剧界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演员，他们分别来自上海、浙江和江苏的10个专业院团。哎，应该说呢，这批演员的成长都离不开上海越剧院的前辈艺术家们的扶植啊与提携，所以今天晚上怀着对老师的敬仰，带着对上海越剧院的祝贺，他们相聚在此，与大家共襄盛世，同庆节日，显示出上海越剧界的大团结、大合作。
梁祝的爱情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上海越剧院建院前后又对这个戏进行了反复加工，艺术上更趋精致，从此成为越剧的代表剧目，演变大江南北。这只美丽的蝴蝶对越剧流传全国，走向世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梁祝是新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曾在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节和爱丁堡电影节获奖。1954年5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用它招待国际友人，引起轰动。我正在开人代会的时候啊，总理跟大姐给我打了电话，他们说要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总理看见我啊，他就讲了，雪芬呐，我向你祝贺，我们两代在省内外出了风头了。因为总理啊，他去开会的时候，把那个两三百桌银台的饮品带来去的。讲起这个两三百桌银台的饮品啊，确实非常出色。在1952年是毛主席批准，毛主席说把两三百桌银台要拍成彩色片。当时呢，我们建国不久，事实上还没有这个条件。可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跟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既说毛主席批要拍彩色片，我们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所以大家合作共计的要拍彩色片。电影厂的万氏兄弟啊，他拍彩色的没有经验，他们正是在创造经验，在研究方子。可是当时苏联专家讲，你们能够拍好那个黑白片已经很好了，你们要拍彩色片啊，再过3、5个、5年计划再拍吧。可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跟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努力要拍这个彩色片。当时一出一出的失败，我们没有灰心，大家一次次的跟摄制组啊不怕失败。后来那个拍彩色片那个灯光不够怎么办呢？他是一定要探镜灯的，可是整个电影厂只有2只探镜灯，其他都是50灯。然后啊，上海的陈理事长问陈理事长去借晚上的串照灯的发电机，问他就借来。陈理事长指示我们来拍这个电影了。我们尽管有很多困难，很多困难，那个我们还是把这个片子拍出来了。总理到省内外去开会，把我们这个那个电影带来去了，并且招待世界各国，请他们开茅台，请他们开两三百桌银台，并且翻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当时啊，
总理在日内瓦开了会以后啊，把这个片子啊放给大家看。后来总理回到国内以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媳妇啊，你到我家里来做客。我也很高兴的，总理从日内瓦回来了，我到你家里去了。总理看见我，他高兴的不得了，他总理说，我向你报个好消息。你好啊，雪芬同志，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两台在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出了风头啊，世界各国的朋友品尝着我们的茅台，谈论的是你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十年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多次应邀进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出访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曾经被许许多多的剧种移植改编。可以这样讲，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赢得了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喜爱，是一出影响深远的传世之作。想起这熟悉的旋律，我们就会想起彩蝶飞舞，想到我们可爱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们。的确，这首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源于《梁祝》这部越剧的经典作品。这对美丽的蝴蝶从烟雨迷蒙的江南画景中飞起，在新中国的越剧舞台上升华，它超越国界，超越剧种，并将超越时空，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心，我今日你苏莫的呀不自已记得小夫为妻把茶建院之初的十年是上海越剧院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十年，是形成剧院艺术风格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剧院艺术家阵容空前强大，各大流派的创始人和优秀的创作人员共同合作，创下了批优秀的剧目。剧院六部经典的越剧电影有五部拍摄于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唱段被灌制成唱片，发行全国乃至海外。这是上海越剧院发展史上的一段流金岁月。啊，冠城啊，冠城，好
朋友们，回望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老一辈艺术家用他们满腔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写就了上海越剧院50年发展史上最灿烂的篇章。是的，这时期的上海越剧院呢，汇集了流派13大流派中的9大流派创始人，可以说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艺术群体。这些老艺术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求索，反复实践，创排了《祥林嫂》《西厢记》《梁祝》还有《红楼梦》等一大批精品佳作。梁祝、红楼梦、追鱼、祥林嫂、碧玉簪、情探，每一部作品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这一批越剧电影的诞生，为越剧艺术的弘扬和普及，为越剧观众的培养，为越剧成为全国性影响的大剧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党和政府的关心，以及文艺界专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今天是我们越剧院五十华诞，作为我剧中一员，我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我衷心祝贺啊，为首五十年啊，真是风风雨雨，也红红火火。五十年，不晓得有多少为我们结缘，花尽心血，一片心机。我每当听到熟悉的乐曲，我没想到两位作者景屯，我忘不了啊，电脑和他的夫人恩我大姐，也忘不了恩大姐在病中请电脑改写剧本，电脑在百忙之中一个晚上写出来引入这一场戏，他塑造了一个千里文飞的玫瑰。Oh
妻妻妻妻妻在纪念上海越剧院建院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想和感激那些为剧院的艺术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工作人员，比如吴琛、黄沙、徐进、庄志、刘如增、顾振霞、苏时峰、顾大良、幸熙等等。我想正是有了这些创作人员和表演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才造就了上海越剧院这个时期的空前繁荣。改编而成的现代越剧《祥林嫂》在越剧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越剧院建院之后，对这一部精品力作呢，又进行了重新打造，反复推敲，使之成为了上海越剧院历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Yeah.
耀眼的洁白，金飘柔鲜果去屑洗发露。从文革结束到上个世纪末，上海越剧院在经历了多种屈丑、思辨图强、坚持跋涉，先后编演了一批新创剧目，如《西园记》《汉文皇后》《花中君子》《皇帝与村姑》《玉簪记》《杨乃武》和凄凉辽公月等，是上海越剧院承前启后重新崛起的重要时期。为何？
连来娘娘也梦醒。朋友们，这一时期老一辈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传帮带，促进了新生代艺术人才的整体崛起。他们通过反复的实践，在艺术上日臻成熟，也成为当今上海越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是这样，那么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越剧王子赵志刚呢，至今仍然会经常提起，说正是因为有了金采峰、吕瑞英两位老师的提携和帮助，有了汉文皇后、花中君子这两台戏，才使自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逐渐成长了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上海越剧院在新时期不断探索，努力改变现状，编、导、音、美、演各部门通力合作，致力于新创剧目的编演。这些剧目的演出引起了业内同行的关注，不少剧目纷纷被兄弟院团班演，反映了剧院剧目创作的影响力。奉献为本将军在城寨一夜，也未尝不苦啊。哎，再喝呀！好，再喝一杯。
不好，那我可要观察你。好了，是上海越剧院的又一部传世作，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被专家誉为我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红楼梦》的里程碑。从舞台演出到电影播映，越剧《红楼梦》成为那个年代传播最广、观众最多的作品。很多观众对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了解，对越剧的了解就来自于越剧《红楼梦》。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剧《红楼梦》的演出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象。
大家阵阵热情的掌声告诉我，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和喜爱我身边的两位老艺术家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我们再次欢迎他们。刚才这一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几乎就是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曲，即便不是越剧爱好者恐怕也都会哼唱。两位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除了看你们演的电影《红楼梦》，还有一部戏《追鱼》，我也经常看。所以今天跟两位老师能够坐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我真的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建议大家，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两位老师表示感谢。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红楼梦》恐怕有3亿人次的观看。也有人说这个数字还不够，恐怕有更多的人都看过《红楼梦》。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那么多的喜欢《红楼梦》的观众，我相信两位老师几十年来也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这个戏这么的受欢迎，除了《红楼梦》的创作集体以外，与两位老师的塑造是绝对分不开的。因为我听说后来的影视剧的创作都要参照两位老师的创造为原型，为基础。所以先问问徐老师，我听说您还到过云南为解放军战士演出啊，跟我们讲一讲。79年我们上海是，我记得5、6月份放那个红楼梦，那个时光上海听说是36家电影院启发，那么后来嘛放到全国各地都放了，那么所以我们这一任务到云南去慰问解放军。那么一些职专员呢基本上都看过《红楼梦》到现前期，哎，那么我到云南以后呢，因为云南气压比较气比较高嘛，高原地方，那么我的大概心脏不太好，一到那边嘛嗓子就哑了，所以我住进了那个解放军的后勤医院。那个住进去以后呢，我是每天住在那里，我每天早上去喷嗓子。那天我去喷嗓子，好多好多解放军爬了一长长的长长的针的都爬在那里，都在拍戏。我当时我一进那个医生陪我去的，我说为什么他们解放军为什么站在这儿的？那个医生对我讲，他们都看过《红楼梦》，听说贾宝玉住在我们医院里。他们看过电影的话，贾宝玉想看看本人，所以他们呢就是爬的队要看看我本人。那个时光，所以那个我在住在医院里，人家问徐月兰不知道，问贾宝玉住在哪里，他们说住在高干病房。说到《红楼梦》的影响呢，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非常的有声誉。王老师，我听说有些国外的院团也想扮演我们的《红楼梦》啊，您跟大伙说说啊。63年。朝鲜那个国立民族艺术剧院歌剧，他演了我们的《红楼梦》版本呢，就是我跟徐月兰大姐演的那个版本。朝鲜的首都平壤有个大剧院，我们一进去那是金碧辉煌，而且呢那个座无虚席。那我一进那个大剧院呢，想这个管线啊非常多。我记得那个53年的时候，我们要把朝鲜的春香传带到我们中国来，就是我们又就要演出，跟原来大家要演出。我们看戏是在什么地方看的呢？我们看了他们的戏曲，也叫唱剧，另外也看了话剧。那个时候飞机炮把那个电源啊都那个炸断了，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就拿自己的手电筒，大家都一个手电筒嘛，坐在那里就这样在看他们的戏。可是到63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金碧辉煌的那个大剧院看他们的《红楼梦》，所以这个观众非常多。是的，我听说呢演出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邀请和款待，他还接见我们其实说到徐玉兰老师跟王文娟老师塑造的这个宝黛形象啊，恐怕要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你比如说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这个林黛玉，敏感多情脆弱，
寂寞惆怅的情感反应呢，刚才演过了，那就是黛玉葬花。那么自己的内心冲突难以自拔的时候，恐怕就是后面的焚稿了。对，那个在那个早先歌剧演出的时候，演到那个焚稿的时候，那观众是哑口无声，我们这个边上看都在流眼泪了，他们都在看，所以那个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大家的感情啊都是相通的。
秋来听说今年的周总理辣辣病中会一遍一遍的听文字剧的唱段。当时1961年，阿拉到朝鲜演出回到北京，周总理呢辣辣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阿拉全体的议员，并说加以招待。总理讲，伊顶喜欢听文字剧搿段唱。当时呢，我的徐老师就唱了文字，总理呢一面听一面回来了手拉向当这个节拍。总理讲了，你紫娟演得不错，你要感谢毕节为你创造了一个好故事。的确是个那样子，当时红楼梦的开吧，与领导协中了与理想最优秀的艺术人员，演员是最好的，创作人员也是最好的。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才有了今朝的《红楼梦》。我再给大家介绍，坐了我身旁边的这个位老师，就是《红楼梦》的编辑徐杰老师。徐老师。阿拉院里向五代人都是唱着侬的《红楼梦》走向成功之路，所以我今朝代表大家向徐老师鞠躬致谢。
林妹妹。今年来你是心头头几家
看落花满地上尘，老人与桥唱离别不曾恩面，你怕那请认准。上海越剧院50年的发展，也是探索越剧男女合演的50年。半个世纪以来，剧院的艺术家会同音乐工作者，以声腔改革为探索，以剧目开拓为抓手，开创出越剧男女合演和女子越剧错位发展的新格局。观众朋友，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鹤发童颜的老先生，我想我们的越剧老观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了。他就是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今年85岁高龄的刘厚生先生。让我们把充满敬意的掌声送给刘老。真的，我觉得刘老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我们上海越剧院发展史上最好的见证人之一了。那刘老，您作为当年主持戏曲改革工作的老领导，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男女合演草创时期所经历的艰辛和坎坷。那么今天看到这样的新格局的出现，您是不是也特别的感慨呢？特别的欣慰哈，您给大家说几句好吗？想当初越剧在上海解放初期，男女合演是一个很大胆的一次突破。原因呢，一方面是越剧艺术本身的一种需要，任何剧种都要扩大它的题材。另外一方面呢，据我所了解，周恩来总理也是很关心这个事情。后来我们越剧院的袁雪峰同志就开始组织了，招收了一批青年男演员。训练的时候他们非常艰苦，就是刘觉、史继华、张国华他们这一辈。但是最初演出的时候，那观众是不接受的，不习惯的，不习惯的，啊，观众都要笑的。就从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啊，这个样子经过了可有几十年的这种考验，不断的在这里面，有许多现代戏。一多一些的戏丰富和充实，培养着许多青年的男演员。对，慢慢的观众也习惯了，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的局面哈。对，那么您对今天这样男女合演和女子越剧错位发展的新局，您作何评价呢？您怎么看呢？我想越剧将来一定是女子越剧跟男女合演是并行的，是互补的啊。因为各有各的特点。我们现在不会说要求是取消女小生啊什么的，不会的，因为它有特点。同时男演员有男演员应该演的戏，可以演的戏，是女演员困难，所以一定是并蒂花开。好，说得太好了，刘老，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观众朋友的支持，让我们的越剧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再次感谢刘厚生先生，谢谢。今有此几日
今在西门，把头金丝，他银铜好马赛龙子，也与他拉长带刺，他不仅有勇还有志，发长长绝无念一丝。亲爱的朋友们，对于越剧的男女合演，老一辈艺术家不但全力支持，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创排了许多剧目。你比如说袁雪芬老师就担纲了秋瑾的主演，徐玉兰老师呢创排了平凡的岗位，王文娟老师呢还为我们塑造了新中国女飞行员的形象。那么在越剧界素有花腔女高音美誉的傅全香老师则走进了现代戏江姐的剧组。在这个剧组里啊，人们还高兴地看到著名的越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张桂凤为我们塑造的革命老人双枪老太婆。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上海越剧院的男女合演向新的艺术境界冲刺，艺术家们不断创新，开拓新的剧目，比如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其中《王子复仇记》和《第十二夜》还获得了多方好评，被誉为是中国戏曲改编莎剧成功之作。同时，剧院根据男女合演的优势，还创排了如《三月春潮》《鲁迅在广州》《中魂曲》等一大批的现代越剧，并且是越剧舞台上塑造了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和历史伟人。长大红参当，
呀姑嘞，爸爸的娃儿要老熬老记心，从十一郎到家，越剧男女合演一路走来硕果累累。通过这些剧目，人们记住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男演员响当当的名字，史继华、刘珏、张国华、沈嘉玲、赵志刚、许杰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是活跃在越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距离要演谁小屁黑金巧的最小啊文，他古董身的皮肤有惊人，软软就软了他上浪的笑声，抱起你这转三转的是哪
新世纪以来，上海越剧院从剧目建设入手，强化人才培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开拓市场，培育观众，剧院迈出了上海越剧全国行等大型巡回演出活动的坚毅步伐，还多次深入高校和社区，致力于越剧艺术的普及工作。新的世纪，上海越剧院焕发出新的风貌，呈现出新的局面。亲爱的朋友们，当历史的车轮携一路风尘而来，驶入世纪之交的港湾时，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世纪里，上海越剧院坚持以演出为中心，致力于剧目建设和人才培养，重视对市场的开拓和对观众的培育，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新世纪以来，剧院推出了舞台姐妹、梅龙镇、家、早春、二月、蝴蝶梦等优秀剧目，其中的许多剧目都先后获得了文华新剧目奖、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国家级的奖项。
海越剧全国行是上海越剧院的品牌演出活动，从2003年开始呢，先后赴东北、西北、南方等12个省市进行巡回演出。那么在今年，这个项目还被评为了第三届中国十大演出盛事。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剧院的这些新创的获奖剧目立足上海，活跃江浙，走向全国，拓展海外。这位老婆婆是到沈阳落户几十年的老上海，昨天女儿就带她来看了《红楼梦》，今天她就兴致勃勃地赶来看《梅龙镇》。高兴，哎，昨天晚上高兴坏了，做梦了还，做梦给他们做饭吃，哎呀，乐坏了。两字，嘿，五，走。两字，两字，喂。好风光，好风光。
咋样把他也用意写去问姑儿的娘。孟子孩子亲祖母，宝宝孙儿一护法，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子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七大你独相心所在，我要生儿子上当呀，他自己哭，娘他去门房，多子成功，心是新娘，多子成功，生到中年，生的我当自在，长生多大你，李小涛多大你，李小涛大你小胖增香。五十年来，上海越剧院共有近200人次，先后获得过全国和省市级以上的各种奖励。获奖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上海越剧院更加看重的是观众的肯定。所谓既要金杯银杯，更要观众的口碑；既要金奖银奖，更要观众的夸奖。Yeah.
担压上肩，一颗心从地真正荡开，生死恨恨，家是我心血，叫熬过的根，生死家境我最难逃我自痛，守着家丢子魂儿复归松，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家是白地白铺地铺破的破，地有灾，死了的心内沉淀沙，那酸酸黏。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个温壶，发展的希望，拥有青年就拥有了未来。从2000年以来，剧院以明星扶新人的演出为标志，长期坚持培养新人、扶持新人的方针，先后与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等媒体一起推出了大新秀评比演出和东方戏剧之星的打造。目前剧院新的青年艺术群体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粤剧后继有人，由此上海粤剧院逐渐走上也持续发展之路。今天的竞争是战略竞争、智慧竞争，只有当你被追逐的时候，你才最幸福。我们看到的被追逐绝不盲目，立足今天运筹明天，高高举起戏比天大、观众至上这面旗帜，以观众的喜闻乐见检验我们的艺术产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群，进一步提升上海文化名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上海越剧院走过了50年，50个春华秋月，7代人的奋斗才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我想此时此刻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多么迫切的想要和他们神灸已久的老艺术家们念一起庆祝上海越剧院的50华诞。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我就建议大家，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用掌声请出今晚参加演出的所有的艺术家上场。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青年演员，我们的生力军们，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接下来将要请出的是曾经为上海越剧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演员，还有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们，欢迎他们。大家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创立上海越剧院的一批老艺术家，把掌声送给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孔都勾起了大家无限美好的回忆，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几位元老级的艺术家们，朋友们，这样的大聚会50年，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回。各位老艺术家、袁老师，我相信此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各位艺术家肯定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但是我看得出来，好像有备而来，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几个人在里面商量了一下啊，先来几句鲁迅诗。哦，就是即兴创作的小诗。是的，是的。你看谁先来？傅先生老师。傅老师。哦，好，来，傅老师。菜地纷飞50年，江南处处闻诗也，新疆一卷卷四海，根在沃土化满园。哦，说的太好了。虽然我想我们的老艺术家们已经不再显得那样年轻了，但是今天他们是那样的容光焕发，我们也在此掌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艺术之树长青。这正是彩蝶纷飞50年，江南处处闻丝弦，深江乐曲传四海，根植沃土花满园。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本来想建议大家全体起立，结果我们热情的戏迷几乎都涌到了前台，那这样我们台上台下艺术家和我们的观众，咱们共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家都会唱的生日快乐歌。我们祝福上海越剧院，祝福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上海，祝福越剧艺术，也祝福我们彼此，谢谢大家。